嘴，掐嘴。各位同心，大家阿安，大家好。很欢喜，咱今仔日有真济同心四五十岁来参加咱第25届演习营，明仔也是较暗，也有人会过来参加。后一个时也较济安尼。有人问讲，是安怎都爱办这个演习营啊？哦，即爱甲单简单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我伫2010年九月七日去参加这个咱 TCG 吼，台湾民政府的主秘代表处的酒会。啊，回来的时阵吼，感觉讲，即款的物件唔是骗人，你是财务的呢。啊嘛，就有机会吼，真正为咱台湾行出一条路，光明的路。但是讲年底十一月的时候，咱讲要成立内阁的时候，咱找无人诶。啊，秘书长讲叫我做内阁，就是讲国务总理，我个咧些着惊，要对找人啊，一个国家的政务啊，咱讲吼。比牛毛较低，多如牛毛。沓沓滴个工课足济，啰啰嗦嗦代足济，你钱安排、人个安排，拢是真困难个代志。特别是无钱做无代志，啊无人嘛做无代志，啊结果迄当咱只几个人，二三十个人，上计讲加上南部遐支持者讲五六十个人，啊我就烦恼啊，烦恼。所以阵我就甲秘书长讲，咱咧办演习班，吼、哦，演习班、演习营的时候，重点是咩啥？咱要甲咱的法理论述，甲法理论述咯，甲推广出去，唤醒咱台湾的民众，知讲咱台湾现出是所处的危机，咱危机是倒位，要安怎解破这个危机？啊，要安怎讲来用和平的手腕，吼、哦，要来。把美国救出来，把日本救出来，帮助咱本土台湾人，把中华民国请伊走。那要请伊走呢？啊，你若唔走的时候，你就在这做良民，未使在这家上面食我的、食咱的、啉咱的水、食咱的米，咱的饲鸟去咬破布袋。所以吼、哦，迄种咱就用来创一个演习班、演习营哦。大家拢赞成呢，大家拢赞成先哦，要做对班啦。咱若去台北租一个场所啊，一届起码你着爱5000块、10000块。吼、哦，人少嘛着爱5000块，人多10000块，甚至20000块。啊，特别你若是大饭店，还得了？啊，好佳哉！咱讲自租、天租啊，咱尤先生，咁提供这个所在，要予咱良心。十月底我陈秘书长来的时候。哇，这看哪遮好？这长势足快啊，后边6-7公顷的山坡地呢，啊，这栋大楼搁遮快，啊，但是呢，这栋大楼诶，真旧啊呢，壁都拢旧啊，剥落地板嘛拢旧诶，啊，房间嘛拢木拢旧诶，干那要整理这啊，嘛要开足侪钱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来得找一个所在，咱像一个。休闲游乐场，还是讲一个会议中心去开？咱近年、旧年、前年来，咱唔知开偌济钱，完全无根底，无半项。结果咱就这个所在，那像老皮咧照新叶，当然这是中国历史啦吼。老皮照新叶变作啥？伊建立苏汉的根据地啊！新叶虽小，就是伊创立的迄个蜀国、蜀汉帝国的一个开始啊！哦，这么个想起来，
咱平政府迄当阵虽然小，但咱旧这个所在，是一个伫台湾来讲是七公顷尔呢。咱台湾是三万将近六千公顷，吼、哦，三万七千公顷。啊，咱这只三万六千分之七，分之七，这个所在煞变作咱的新亚港湾。啊，所以透过咱去年一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第一期，到即摆咱已经有将近啊，甚至超过1500人伫遮受训了。令人感动的是啥物？各位来，毋是空手来的啦，一人出5000块来即个所在。我过去对你定位，到即摆42档，然后对李秀莲嘛12档啊，我看你赢。你赢的团体安尼吼，起个心哦，提便当来开会，不管什么会，研讨会还是什么会，请人吃便当，无几个尔，无几个人。办演戏用，赶快爱用钱请人，无几个人。咱这是爱一个人付5000块，来到这个所在，等于了每一个人就欢喜，啥欢喜？因为了解到讲，台湾目前危机正严重，吼、哦。不管是台独分、台独派，还是这个体制、体制内，而这个阶级派，还是正名正言派，已经行到无路啊！干这条路会当解除咱台湾的危机。咱连接美术，连接美术，连接美国跟日本，跟咱合作，哦，好咱会当解除，勇敢面对这个危机。所以吼、哦，来这受训，会使讲每一个人的福气。我对2009年参加咱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活动了，逐天拢真快乐，较无烦无恼。因为我过去对李登辉讲，伊拢拍袂出这个场面出来。我对伊下骹手的人，装来装去，对伊入任2000年，装到2009年，9年，装袂出一个结论。我对李秀莲，啊。对1999年，对伊个阵12档啊，嘛是行到迄个所在，停顿伫遐，无可奈何。哎，然后啊，入到这个所在，讲讲这论述确实新的，确实正确。所以我对咱秘书长所讲的，我唔捌去怀疑。我感觉讲是足好的物件，大家尽量爱利用这个机会，在咱这2天外的时间，除了咱。对台湾国际地位的法律论述以外，咱要讲足侪物件，什么物件呢？台湾真正历史是安怎？因为过去咱和这个流氓政府、中华民国这个殖民体制啊，可能骗个五，伊会当骗就怎样骗？第一讲就把就甲咱骗啦，实在是军事战略的开始，伊甲咱讲台湾光复，对开罗宣言开始，伊就讲哦，台湾将来被回归中国。啊！就透过一挂台湾人伫这个中国遐，咱讲叫做这个半山遮人对台湾一直公布，啊！然后咱台湾知识分子因为迄当阵欠缺国际观，对世界代志无了解，啊！所以阵吼嘛相信，讲家己是因为汉化了，所以讲伊是汉人啊。哦，我嘛欢欢喜喜去迎接这个中华民国这占领军呢。啊，无想来先第一讲就讲出伊台湾讲法啊，根本伊对台湾完全无主权，甲旧金山合约签订以前，伊拢无权利做任何代志。结果伊毋是安尼尔，伊不但甲咱扣征兵扣税，拄开始的时候，几年多、几年多，若开100亿来讲啊，迄阵钱较大伊，85亿是对农家出来。85亿对农家出来，你想啊，农民的负担足重个啊！一直到1950年的时吼，才差不多剩40几亿、30几亿，哎，是对农家出来讲。啊，你大家看下，迄阵农家偌可怜啊！唔是干安尼尔，哦，因发行货币，用旧台币换日票，旧台币换新台币，就已经甲咱剥削一领皮啊！佮我迄个1946年。六月哦，六月，诶、欸，九月初，
发行旧台币换你的日币，吼、哦，咱日币迄阵足大银呢，啊，一斤2角银啊，哈、哦，一斤2角银，叫我发行日币了，吼、哦，一斤地方变偌济安尼，足贵啊，拢起价，啊，因为发行旧台币了，本来预计是要发行260万，结果啊，第一档就发两倍533万去换出年日票啊。用安尼来搜刮咱的台湾的资源，啊，拢送去上海，安尼乌皮也卖袂掉安尼，啊，钱拢落地，家己落地底入去。哦，啊，这款历史谁知啊？甲1949年的时候，发行量已经超过533亿的几啊倍，加十倍、十几倍啊！啊，所以通货膨胀足厉害，哇！通货膨胀足厉害的时候，创一个新台票40000元。哇，咱的钱像变成40000分之1啦，咱的钱要变40000分之1啦，你想看卖？啊，佫第二遍个比这下赔个八较厉害嘞！每一个台湾人拢足艰苦的，每一个台湾人拢生活伫足艰苦的情形之下，阮兜迄个时阵将近5家的土地啦，但是过个足艰苦，我迄阵已经5、6岁啊，拢食旱之餐，因为咱的购买力足弱的嘛，伊物件拢足贵的。啊，拢食旱之餐，啊，回想这段日子，现在拢会流目屎。年纪较大，我迄当已经67岁，可能甲我有同款的体会啊。啊，迄阵咱唔知啊，按人遐艰苦，啊，家家户户拢感觉足艰苦呢。啊，咱家己有种植呢，阮家己有种稻呢，但种稻的时无他落来家己食，拢爱跳出去啊，因拢欠人钱啊，拢爱借钱，食饭，规年冬天，规年冬天的米拢死的嘛。啊，即稻收起来，都爱去和迄个米价。哦，行米价安尼啊，平常时啊，你着，若讲家己有种5万斤啊，5万斤，你一扛放内底啊，超一束啊米，超一面米安尼落甲落落，啊伊话拢旱季啊，啊，食到尾啊吼，哦，我来看了旱季，我来起惊啦。1976年哦，我迄阵摕到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嘛，哦，啊，就去迄个 UT Austin 啊 ，University of Texas， 就德州大学 Austin。去遐 orientation 1个月呢，啊，一个月结束的时阵吼，美国国会请阮食啥？食一顿足大个大餐啦！哇，迄嘛无要紧嘞，捧一个盘遮大块啦，一个番薯遮大粒啦，我看者拢戆去，我唔食呢，我食袂落，我即看番薯我就艰苦啊呢。哎，尼泊尔讲，哎，啊你这个位尼泊尔跟我的同学讲，啊这个地瓜你为什么不吃啊？这个水果类人为什么不吃？哇，我们以前在乡下，这都是养猪的，哦，都起地啊，就拍起来说，我吃袂落，我刚才吃个艰苦，看了很久，我就起惊了。哎，伊讲啊，无你若无爱我吃，我怎啊送伊吃了？尼泊尔迄同事啊，哦，伊嘛欢喜，我嘛欢喜，哦，你想看，迄阵我几岁啊？我31岁啊，5、6岁啊，7、8岁啊，10、10岁啊，吃很久，吃个起惊，讲，到31岁你惊，你听讲，你看，咱有。中国啊，欺负到这个程度啦！还是讲最近以来吼，才知讲哦，旱季真好，你知道吗？要旱季真好啊，所以吼，有当时啊，讲太阳被旱季吼，我就真正啊，多谢假使说啊，讲安尼对身体袂歹。啊，可见讲咱台湾的信史啊，台湾历史啊，咱拢去有弄骗，骗到这种也唔知道，咱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个你问讲，你是不是台湾人？哦，你可能说，我台湾人。啊！你是毋是中国人？我嘛是中国人，足侪人讲呢。一方面也是台湾人，一方面中国人，啊，这笑的呀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同心，恁即个3天以后啊，你要讲啊，我都毋是中国人啊，因为咱是汉化的白毛族的后裔啊，咱甲中国完全无关系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方面，咱的台湾的信史啊，咱教长郭宏斌牧师会甲咱讲足详细，啊，我感觉足趣味的。所以大家好好啊听，这是有关那台湾信史方面的。吼、哦，啊，第二方面就咱要讲的是吼，台湾现出是啥物啥个三观呢？台湾的社会，我细汉的时候常来甲问阮老爸，我7、8岁、8、9岁，我都甲人无共款，我就想，啊哪拢，迄阵啊挖三边坑，你知无？我问阮老爸讲，迄阵拢讲爱唱反攻大陆的歌啊，吼、哦，啊我一定爱见见一干干物的空，你知啥？空袭警报的演习啊。惶恐的是，啊，拢那想要战争共款哦。我问我老爸讲，当时真系未战争，用单一大汉先可能未战争啊。
哇，那大汉那敢讲战争的压力那大嘞？哎，中国一直要甲咱拍嘞，凭什么甲咱拍？吼、哦！啊，1947年都去了台干呢，台干大家拢噤若寒蝉呐、啊，对哦。啊，最近二八进前，迄、那个好农村啊，好农村，啊，还是孬农村啊，好伯村是孬伯村啊，我还记得。咱对新竹中立迄个交流道落去有一个好伯村，迄个伯啊伯伯好伯啊，你来自春天的春啊，你个考试好伯村有无？你有看迄个汽车旅馆的名叫做好伯？我对阿个爱笑哦，这个叫好伯村，好伯村春天的春哦，吼、哦！一看啊，二八事件死一千人啦，一看呢，甲咱偏干呢。安尼伊讲有咩拗鬼安尼，足无天良安尼。李师甲第四兵团、宪兵团，一上基隆、高雄岸岸上岸啦，枪声大炮隆隆响，都人个拍。你也不要讲北京话，枪就甲你开落，内底叫啥打母弹，拍到头壳破去啊！唔是讲拍怎啊穿过去，拍巴肚破，等下走出来。把他头头拍，脑髓造出来，这是国际军用的物件。用这个物件口口声声台湾是伊的同胞，台湾是伊是中国人，结果用这个物件对付手无寸铁的人，是战争结束呢。咱拢无防卫军呢，所以我讲足感慨。我写一张批号一下啦，我讲这件代志，哦，我用英文写，哦，我讲这件代志，今日二八顺下底要搞。过渡二八顺迄天发的，发的两批有伊阿啦，伊阿拉上吼，我迄个1月14来咱家坐迄个日本教授啊，哦，我就甲讲这件代，我讲台湾人过着足艰苦的日子，咱想二八事件，咱想想象一下，咱的上一代迄阵二八事件，我才两岁尔，我46年生的，啊44年，迄份才5个月大，4、5个月大，大人嘛唔知，但是大人是听人讲。哦，严刑会啥？哦，啊，中国派歹球，哦，中国警察啦吼，还是讲这个因的迄个什么公务员啦，恶恰恰派歹球啊吼。迄阵我也知讲，哇，那差啊济啊呢，我都会晓看，咱会晓看嘞吼，看讲这真无平等的社会，咱就渐渐来知，我讲是安那遐差别遐大，啊，原来一直甲读咱秘书长的册，才知哦，原来伊就占领者嘛，啊，咱比占领者，你知无？原来有遮大的差别。所以哦，读书时代，吼、哦，咱就看出讲，那是咱讲的中国流亡的难民，就是伊是乞食拢比咱较好过。因为啥？因为用咱的这个政府的资源，政府拢那个照顾，所以你要看讲这摆人，吼、哦，去跳楼自杀的，烧炭自杀的，跳溪自杀的，这摆起码6000个、7000个啊。中国流亡难民的后代哦，无超过10岁啊，拢安台湾人，简朴啦呢，拢安台湾人。我那个社区因为吼，伫中央研究院边啊吼，我定看迄几个老太太，70、80岁啊啦，暗时啊10点、11点，要拖一个迄款的四轮的车，啊塞四轮的车，啊去咧捡鱼纸，吼，去捡鱼纸，迄社区四个巡，巡看有啥物，迄款的。会抓帮通捡无？吼、哦，捡共收报纸，迄款人拢台湾人，无一个中国啊！你想咱台湾可怜干嘞？吼、哦！啊，即款现状啊，即款现状，咱个伫台北以外，咱看到是安尼。咱若去到中南部时，看腰较济，无头路的，伊若要读册无钱的，借钱过日子，借钱来读册。足济足济，因为我定来存卡，我做比较本来比较五家，本来比较五家产，啊最近是开较空空，啊我囝讲要去美国读书，我怎甲安排5分地出去，5分地出去，啊嘛要4加5，才4加3，我定伫田里做安开。整个砖头，砖头砖尾安尼踅来踅去，30岁以下的做田的足少的，
啊，我六十外岁啊，去到查呢，较老啊讲，我你几岁？我六十六，啊，要少年，要少年，拢八九十岁、七八十岁咧做啦，拢七八十岁咧做，少年人做田娶无某，啊，嘛讲伊无路用，所以说拢唔敢做田。啊，你来看，咱经典的技术啦、啊，会哪来哪流失，都是安尼讲。咱吼，民政府若有一天接到政权，咱爱反其道而行。一定要对农村农业这个物件加速咱的建设，吼、哦！现状这个情形，所有看起来拢是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吼、哦！你看讲司法来讲啦，那是以中国人犯罪，同款的罪，轻易甲判落；啊，是台湾人犯的罪，吼、哦！报道那个渲染，哦，大量的渲染，安怎都安怎，啊，都要甲判重罪啊呢？哦，日本人迄、那个。日本人拍迄个司机，迄个啊，要小代志，甲拉甲安尼，互骗电视，逐工都要讲讲讲，讲到安尼，哪像日本人外派都外派，这代表啥？你讲美牛这个代志，你当定一个标准啊？甲伊谈判，嘛甲讲啊，无安尼，你若有迄个瘦肉精，你拢袂使甲进口，我甲你买无瘦肉精，较贵嘛，无要紧，可以啊，那袂使安尼做，结果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真明显，中华民国一直拢甲共产党啥眉来眼去。这对咱台湾的危机，拢咧反美反日，和平总知影，讲哎，你美国外派对外派，日本外派对外派，你都唔通介来哦，你唔通去要介安怎对安来发生关系啦，吼、哦，发生什么迄个外交关系类似安尼，声声故有讲，伊无美国袂使，声声故有讲，伊要甲日本打交道，但是伊背后所做诶，拢无共款，都嘴巴讲的是一套。做了又是另外一套，那是中国人、中国政府来的，一向就是安尼。对蒋介石开始较近，无一个无共款的。咱台湾本来是一个真先进的政治先进的国家，大家拢讲守法，政府守法，政府认真拍拼，民众满足守法。结果这六十五年来、六十六年来，你看咱的生活品质一直坠落，咱的生活品质一直坠落，啊，守法的精神嘛无去啊，社会一直向下沉沦。无法度向上提升，而且国民党的体制甲咱教歹去啊！啊，人性有足侪缺点的，人性的弱点很多，贪生怕死，好逸恶劳。哎呦，你贪生怕死，好逸恶劳，都中国人的个性都是安尼，甲迄个歹的贪生怕死、好逸恶劳提来这个所在，一旦贪就是人贪，吼、哦，一旦恶就是人恶，而且呢，互相啥，互相掩护，啊，佫啥，用司法，吼、哦，用司法，伊就。当港捷西尊，吼、哦，鞭子在后面，你不听我的就打你的鞭子，你听我就给你 carrot， 给你红萝卜。这个情形之下，用两面手法和台湾人，足侪台湾人，全拢跟国民党行。啊，国民党安尼俄罗斯去做，都已经真可怜啊。咱唔忙啥，唔忙民党会当替咱出力，结果有无？足侪人可能想，欸、民党嘛是爱支持啊，民党究竟是代表台湾人的势力。但是各位若有机会去看1999年白先生这本书，写什么？全民公理调查局来的第三章讲得很清楚的，民进党是蒋经国一手主导成立的一个政党。那第三章的，大家给头贴，你有在讲哇，民进党不可信赖，足厉害足厉害的蒋经国，蒋经国就手腕呢，用国民党。内底李登辉骗台湾人讲，恁台湾人出头天啊，唔免过来甲反对，过来到外口创一个民进党，克制李登辉。你啊，李登辉惊一个波数唔对位，国民党无法度克制的时阵，用民进党来克制，变安尼呢？这就咱台湾的危机甲现状啊！啊，然后咱就讲，要讲啥？到底咱要安怎脱离这款的危机，甲这个现状？哦，这就是下一节咱。秘书长要甲大家报告的，咱透过法律诉讼，国民国讲你吼违法，和中华民国来这个所在吞打咱台湾人的基本人权，我们的基本人权，啊！伫这个所在甲剥削六十五吨，够了。那像以色列占加沙走廊三十八吨，军事占领不依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，你就尽快跟我离开，回金门马祖。啊，咱家己台湾人来自治，先自治，然后将来
再来建国，这是咱真唔忙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希望各位在这两天外真短时间充分的学习，演讲的时爱做笔录、笔记，有问题爱问，充分个了解咱的法理论述是这样完美，环环相扣，会当为咱做足些代志，为咱台湾人的未来，咱的子子孙孙的幸福，吼、哦，来拍拼。咱足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研习会，咱希望大家伫这两三天结束以后满载而归。但是等于唔是讲哇安尼就好啊，等于啊各位一定爱较搞话咧。拄个朋友就甲讲，我去参加三天研习会，我听了啥啥啥，甲报告叫我煞来。因为咱今年足重要工课，今年是咱足重要的一年，咱要出去外做宣传，不但吼、哦、咱有买宣传车，要去拍广告宣传，而且咱每一张名片，今年新印的名片后面拢要写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啥物？法理诉讼、非暴力啊、不合作。哦、法理诉讼就用透过国际战争法的原理，被各美国、各日本哦，个非暴力的，咱无要用武力，咱要用和平手段，甲中华民国谈判，叫伊离开，等于金门妈祖过来不合作，就讲拒绝中华民国的一切体制。特别是选举跟征兵，你不得在这个地方征兵，不得在这个流亡地方办理任何选举，这是咱的要求。然后其他咱足侪问题要问，咱的哦，咱名片上水后边要问足侪问题，讲你是中国人吗？啊，你也不是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会支持中华民国？哦，啊，为什么中华民国跟中国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都没有主权？类似这款问题，来敢问，或大家去想。各位每一个人啊，在这个所在受过训练，拢爱有这个责任感，把这个责任担起来，为了台湾未来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好了，请注意哈，起立，行嘞，休息十分钟。